歌由钟兴明老师、Baby 老师来编曲，然后它是一个很大的编曲，有交响乐，有结合很多的乐器，这样子来衬托这首非常古老的歌谣。然后这首歌谣熊猫的创造者，他是在告诉就是我们在歌颂创造这个万物的神灵，这个我们不知道的东西，我们叫凯卡山，我们叫德玛外凯兰安，歌词里面有提到，然后也歌颂祖先，然后因为他们的努力，他们的辛苦，才有我们今天到这里。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专辑里面的每一首古谣，它是经过很多很多的历练，经过百年甚至千年这样的一个历练才能传到现在，所以它存在的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，是不是哦？那我们听这首崇高的创造者。那今天是用吉他部落版。大理西斯。